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呀。六贤节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如果遵守，天下太平。大家都把这个修行以为，我多念几部经，多念多上上佛号，就修行了。行为、念头完全没有改过来。那假的不是真的，都搞错了。那么这种错误可以说一年比一年严重，所以全都搞错了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彻底放下。六根在六尘门头，确确实实做到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求愿往生，就决定成功，不能有丝毫留念。留念就像绳子捆在这个地方，你逃不掉，你先要把绳子解开，统统放下。不但以平等心看世界，恭敬心，那个人找我麻烦，天天来扰乱我的，是我的恩人，见到要磕头，你才能往生。这个人对不起我，不原谅他，那个人对不起我，不原谅他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有完没了，你搞定了，你怎么能往生？就真正修行人赞叹你的、回报你的，都是佛菩萨，都是恩人。赞叹我的，不生欢喜心；回报我的，不生怨恨心，平等对待，这就成功了。报声